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长寿花能晒太阳吗？长寿花是能晒太阳的，它是一种短日照植物，其生长发育是离不开充足的阳光的。而且想要长寿花提前开花呢，就需要选择生长繁茂健壮的植株，然后每天给其提供8到9小时的阳光照射，处理3到4周以后，长寿花就可以提前开花了。长寿花原产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，因为植株喜欢温暖湿润、阳光充足的环境，不耐严寒或酷暑。而且长寿花的生长温度是在12到15度之间，当冬季气温低于5度时，需要将其移到室内小阳处养护。养护长寿花的过程中，可以用腐殖土、菜园土、河沙、骨粉混合配置土壤，并根据土壤的干湿情况来浇水。一般等土壤干燥后浇一次透水，保持土壤湿润即可，切忌出现积水的情况。关于长寿花能否晒太阳，今天就介绍到这儿，我们。